看小蜜蜂五三三在哪里？比给我看。五三三，五三三是什么音？哆来五咪发嗦，嗦嗦咪咪咪发嘞，嘞嘞，哆哆来来咪咪发发嗦嗦嗦嗦，嗦嗦咪咪咪发发嘞嘞，哆嘞咪嗦嗦，嗦，哎，哆不是哆哆瑞嗦哆嗦，来嗦哆嗦哆咪咪嗦嗦嗦嗦咪，咪，对，然后好，先两行，先两行就好，来试试看，慢一点哦。好，嗦在哪里？琴键上的嗦。对，现在还要数一数哈，哆来咪发嗦，之后就不用数了。节奏我们平均，它是一个音一拍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麻烦你，三四，嗦咪咪咪二，发嘞嘞二，哆嘞咪发嗦嗦嗦二，嗦咪。大拇指，对，哆咪嗦嗦咪，二三四，很棒。好，第三行二是什么音？好，继续弹，re。怎么感觉如何？快完成一首小蜜蜂，对啊，对，很棒啊，很有成就感哈！哇，小蜜蜂可以给钢琴小白成就感，老师也很有成就感。小白第一首入门，对小啊，对啊。